鹿港桂花巷艺术村的鹿港生活美学馆，定期拢会换展览的相片，提供游客来欣赏。这个展览的展览师是伫中华阳明高中教书李伟江老师，展出30几幅伫全台各地有关宗教信仰的相片，作品是相当的精彩，欢迎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。这一张一张的相片，全部拢是李伟江行遍全台湾各地所翕的相片。这个展示的作品大约有30几幅。全部拢甲宗教信仰有关系，显示出各地无同的信仰文化。阮这位新换的啊，就是李老师的《神佑人间》，啊，伊就跑脱了转向，拢甲宗教信仰有关系，吼。啊，伊就是讲海边啊啦，山顶啦，吼，山顶遐足有诶所在，迄佛教嘛会到九九份金龟寮迄边，啊，若落海哦。海阔天空啊，迄落海边啊，投海人的信仰文化也搁较强烈啊。金门啦、啊，迄落大陆地区伊嘛有龙，伊嘛深入的去拍啊，所以甲即个吼跩物件做一个接点，即个小的空间来对啊，所以无法度总点出来。龚先生表示，工作室定期拢会更新展览的相片，希望予来到艺术村佚佗的民众，做伙来感受这亮眼的美学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。